就没有档次，没有。好，接下来是编号十三的同学。那看到他们的，不用紧的，我。大会主席，各位评判，各校校长，各位老师及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一则成语故事是一刻千金。一刻千金即是一刻时光，价值千金。要祈念我们光阴非常宝贵，要把握今天。生贵是生的，我们更应该抱好今日事，今日的决心。今天的功课一定要今天做完。有刻苦的今天，自然有美好的明天。一个人有青年时代的辛苦工作，到年老时微笑看成果，就不会留少年不努力，老旦含伤悲的感叹。让昨天成为过去，不再不再空想，让我们努力把握每一刻每一秒。同学们，让我们